在气候要进入冬天，东北季风增强。伫咧昨昏半暝啊，台东县成功镇三仙台外海发生一只渔船，互东北季风是扇到一个风影，拍到三路搭靠岸以外，好加在船员拢无大碍。台东三仙台外海17号半暝啊，一只渔船被风影拍就石头区，救援人员甲船长的家属伫黑暗中抢救船顶的掠鱼设备。不好走，风真臭的啦！系啊，还留下乌烟卡嘞。即马东部海啸，正伫东北季风季节，海面风向大，即只扩大渔船才拄啊开出成功渔港，还未抓到鱼啊，就发生即款的意外。船长无奈讲袂出话。每年东北季风增强的季节，东部拢会有渔船扩大，也毋过渔民慢慢知影风向大，出海抓鱼啊真危险，而且政府提供一年休息90天以上的奖励补助。为什么伊还阁要冒险出海抓鱼啊嘞？渔民讲，即马海中的鱼啊哪来哪少，今年海上风台更暴。又搁侪，每当出海掠鱼啊，钱数增加，政府提供的休息奖励金又搁真歹维持家庭开销，所以只要有机会，因也是会出海掠鱼啊。风台搁侪啦，歹天嘛，拢风台，风台阮若风台紧无啥，拢无出去啊。你不能说哦，我多少一艘船补助多少多少。你要顾着我们渔民啊！这三天台北季风增强，台东县富冈渔港100多只渔船，平均只有20声出海抓鱼啊！大多数渔民只好到渔港看海，因的生活受到影响。渔民希望政府会当检讨休渔奖励政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